三门开咗了你你觉得我你不是值班票？我系啊，我今日用剩一分钟，用爱走哦，我好好。哎呦，我腿就是当的嘛，我要走时我看伊在小姐把我腿先断开，对我走，我走是往后方，好喘了，我好喘，伊讲加油加油，就快到了，光听就很感动哦。我立志要找到这个人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好心小姐了，找到了，怎么找到了？是他的朋友失去我的，他说他的朋友很内向，他们一直在来失去我，他就不敢，希望以后有机会跟他见面，那是口头上的谢谢，我也希望我可以当面的谢谢他的。三门开咗了你，你觉得我你不是值班票？我系啊，我今日用剩一分钟，啊，我今日用爱走哦，我好好。哎呦，我腿真重的嘛！我要走时，我看伊在小姐把我腿先断开，对我走。啊，我就走走走走，啊，足长的，上天足长的。我走是往后方，好喘了，我好喘。伊讲加油加油，就快到了。而且伊在列车长在门口靠等我。哎，小姐，我好赶快进去。我谢谢谢谢，光听就很感动哦。我立志要找到这个人，怎么找到了？是他的朋友失去我的，因为那个小姐，她说她的朋友很内向，对，然后呢，他们一直叫他来私讯我，徐小平完，他们一直叫他来私讯我，他就不敢，他说不要，他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什么事。然后同事说你赶快，这位姐姐找你，你赶快去找他。然后他就一直不要，那麻烦你跟他找，我真心的很谢谢他。希望以后有机会跟他见面，那是口头上的谢谢，我也希望我可以当面的谢谢他的。他说他很害羞啊，他因为高铁规定很多啊，他不能接受，不能接受礼物。我知道他名字啊，那我不能说出他的名字，对，我怕对他造成困扰不好。高铁的规定很多，他们不能收礼物，对，因为我没有他电话，那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要，我请我的彰化的朋友去跟这个小姐要电话，可是她真的很害羞。没关系，我觉得顺其自然。但是我觉得这种好人好事就是要表扬她的家。我落来，坐电车赶到国际站。哎，电车司机讲，哇，你未去这班啊？这班要开台北。哎，这卖票甲我讲，你要自由坐，你要坐，我紧来扶，我紧。他讲，按过两分钟，我按你，我刚未扶，你拢要用走的哦。三门开咗了你。你小姐讲，你不是值班票？我系啊，我今日用剩一分钟，啊，我今日用爱走哦，我好好。哎呦，我腿真重的嘛，我要走时，我看伊在小姐把我腿先断开，对我走，啊，我就走走走走，啊，足长的，上天足长的，我走是往后方，好喘了，我好喘，伊讲加油加油，就快到了。哎，伊在列车长在门口靠等我，哎，小姐，我好好赶快进去，我谢谢谢谢，光听就很感动哦。我立志要找到这个人，我立志要找到这个人，我一定要找到这个小女生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昨天不是那个小姐，我那班搭不到。对，我要找那高铁的小姐，我连她人长什么样子都来不及看。我落来，坐电车赶到国际站。哎，电车司机讲，哇，你未去这班啊？这班要开台北。我想未去，我当上惊。我要买台北的票，我要买商务舱。哎，这卖票甲我讲。啊，你有要坐一班无？若要坐一班，无法度买商务舱，伊袂付飞票啊。一班剩两分钟，啊，我会付无？你要自由坐，你要坐，我赶紧来付，赶紧。他讲按过两分钟，我按你，我刚袂付，侬也有走的哦。我走走走走，手扶梯嘛，我带手扶梯去哩去哩。到遐，我拢票拢去，啊，伊个闸门就开去，闸门开去我就去。你小姐讲，你要坐一班票？我系啊，我刚袂付，用剩一分钟，啊，我刚袂付，侬爱走哦，我好好。哎呦，我腿真重的嘛！我要走时，我看伊在小姐把我腿先断开，对我走，啊，我就走走走走，啊，足长的，上天足长的，我走是往后方，好喘了，我好喘，伊讲加油加油，就快到了，你个想看卖哦？伊嘛是叫我穿西服，我扛起我咧走，我就忝，伊佫把我挂皮箱呢，佫带我安尼走，走到迄台车，应该是列车长开伊门口靠港。因为他们会通报说还有一个人再等一下再等一下，他们才会开车。哎，伊个列车长在门口靠等我。哎，小姐，我赶快进去。我谢谢谢谢。我真正在慌乱之中，我拢无去看你小姐的面呐。我唔知伊穿做啥物型，我嘛未记问伊啥物名。坐伊车顶，我才想讲，我拢未记伊共问啥物名。
啊，我赶紧，然后谢谢，又没事没事，赶快进去。在场有三位小姐，只有她过来帮我这样做。那有的人，说实话啦，他叫你跑就好，他干嘛要跟你跑？说实话，他也不一定要帮你拿皮箱啊，对吧？光听就很感动哦。我立志要找到这个人，我一定要找到这个小女生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昨天不是那个小姐，我那班搭不到的。好热心哦，我等下来打电话去问。我相信他不知道我是谁，真的，他不是因为我是谁来帮助我，你知道吗？我相信他不知道我是谁，因为我们俩讲话时间没有超过三秒。所以我刚才在逃难，你知道吗？他这个人怎么会那么热忱呢？这工作的态度真的超敬业的，所以我跟他照面。另外，他长什么样子我完全没有印象。我跟他照面的时间没有超过一秒，说要跑，要跑，我说要跑，这样没有半秒吧？我照完了，所以我相信他不知道我是谁，因为我从楼下一路跑上那个闸门，票插进去，他就问我说要坐吗？我说要。